很好。但这个负极斗篷啊，一般就是没人要啊。你看我给他自动选，他不是女神之泪就是魔抗斗篷。其实我跟你讲，第一件装备无所谓啊，随便给什么都可以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决定你后面的走向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想得好，你说你要打骑士帝国，你要打无情老乌鸦，你要打什么护卫龙，这是不现实的，你知道吧？他不给你，你不能靠第一个装备就能决定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无所谓，来什么打什么，就很有弹性，这样你的技术就很有弹性。龙牙对吧，沉默刀、离子火花、匠心刀都挺好的。好，接住暴击手套，好，手指甲接住。你像这种的话呢，我们啊就要先选一个枪手了，因为缴械对枪手来讲作用很大啊。或者呢这个冰脉护手，或者呢这个水银，但是水银吧它用处不是很大啊，一般史哥用得到，那个卡莎用得到，其他的都不太好用，所以这个东西一般不出啊，不出而大后期才有可能考虑。所以我们的选择要么就是冰脉，要么就是缴械啊。看看我接下来的牌，好，这个很明显的先上贵族了，对吧？这不用想的，先上贵族了，然后两骑三贵，枪手先留着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装备出不出呢？现在不出，现在不出。缴械你要出的话，要两个枪手出才比较好，收益比较大啊。但不出就有可能打不过，打不过无所谓啊，前面几波无所谓，看看他后面牌怎么给。我现在两骑三贵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比较猛。我卢山有个贵族 buff， 这波贵族 buff 给的不好，但还是能赢。现装备不错啊，要留着，留稍微留一下。不卖血，我跟你讲啊，卖血是不能卖的啊。你卖血，你这个段位如果不是很高，那还可以。段位稍微高一点，你这放血啊，放血你是控不住的。来了个这个啊，那我们枪手不打了。剑魔可以考虑，剑魔买的话会卡我一手利息，但是呢我现在需要剑魔啊，我可以给他卡一下，卡我一块，先留着这个。这个阵容打得过啊，打得过，他也就两期没了。感谢洛小乙送上的飞机，谢谢小乙。这人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我的贵族 buff 在他身上很能扛。哦，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，有点顶不住，豹女有点强。好，行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的话呢，我们就。不卖啊，不卖。剑魔可以追一下，剑魔追到的话就卡特不追，小炮两个，小炮两个可以考虑买一下。我刚卖了一个啊，你要先买着，先买着。如果再追的话就上双枪，双枪两骑三贵，这个东西。怎么讲呢？不稳定啊，
强是挺强的，但不稳定，不好。前期你得先把你的打工阵容搞好，不要考虑到后期，考虑不了后期的啊。但我们很多同学会有一个误区，就是说我这把要打什么阵容，我就已经把后面的都想好了，这是想不了的啊，想不了的。这个应该是赢了啊，赢了。哎，好，赢了。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英雄拿啊，第一一定要先看英雄，不看装备。我现在对装备没什么要求，这个丽桑卓我想要，好拿到。丽桑卓留几轮，留三轮差不多了，不来就卖。不过也不一定啊，我看这个后面看这个两人给的牌。好，剑魔来了，那丽桑卓应该是不留了，两个剑魔了，两个剑魔升他一手，上个这个卖了吧，上一个离子火花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容我再考虑考虑。我看看这把上离子火花还是挺不错的，百搭，任何阵容都可以。好，他们加入了错误的队伍，还不错。第二名剑魔没来，丽桑卓没什么好买的，没什么好买的啊。行，那就这样吧，我现在不太好，阵容不太好啊，必须要来个剑魔。哎，吃20块钱利息，他四个人口比我少一个，应该是打得过的。我有离子火花，赶快把他打死。好，醉了，我醉了，电死他，可以赢了，多亏这个离子火花。卢先输出第一，好。马老师被耳机遥控了，非要说我耳机里面有人指挥，说这不是我打的，是有人指挥，不相信我很强，就觉得我展示出来的水平都是有人在教我。我带了耳返。无语了啊！有一个高手在指点我，行，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啊！你猜对了，我隔壁住着一个王者小伙子，他现在正在看我直播，他用耳机在教我，他跟我说下一波可以把卡特卖掉。好，收到。买掉，行，复活甲。他说这个复活甲让我马上出给剑魔，但我这一波跟他有不同的意见，我决定不听他的。感谢痞老板送上的飞机。哎呦，来了，我靠！
那我决定听他一声。算了，我不听他的了，我听自己的，相信自己。好吧，按自己想法来，不要指挥我。我给你来一个复活技啊，雷贼佛法。好 ，OK， 三旗，五人口三旗，嘿，哎，有点辣，有点辣，不过没关系。哎呦，哎，好好，哎，复活甲再站起来啊！他剩下来的都是一星了，没什么战斗力了。感谢马老师的才华送上的飞机，感谢掉毛送上的飞机。这个大虫子可以买一身。河马西亚万岁！哎呀，没得上哎，行吧，买一个双斗啊，买个双斗。啊，这个就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OK， 两斗两旗，六人口两斗两旗，36块。我现在四连胜第一名，这剑魔太顶了呀！这一刀斩下去，啪，四个全部挂掉，太恐怖了！一刀斩，一个不死，满弱，生态不障。一下掉这么多，惨！我现在需要一个恶魔，让这个剑魔呢有个 buff， 不来，不来怎么搞呢？不来也没办法，就这样吧。如果我这把赢了，我就把两个盖伦卖了，凑50块。下波装备啊，下波装备随便拿啊，两斗三法。两斗三法不行的呀，我这个我得想办法把这个 VN 给处理掉。双枪巨人杀手，哎呦，你别让我复活甲开不出来啊，别啊。好，可以，这复活甲要开不出来我真的就醉了。行吧，我输了，输了，输了就不卖了。感谢老柴是真皮沙发的飞机，谢谢。恶魔那儿，不，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，我哪里有恶魔呢？我得搞个金铲铲加女神之类，我到哪里去搞？啊，你想一出是一出。我也有个拳套，对吧？我这个拳套呢，可以出配个拳套，窃贼手套，配个护甲就是冰脉，配个大棒就是钢铁烈焰之匣，好像只有剑魔好拿了啊。行吧，那就拿剑魔吧，追他一手三怎么样？不靠谱。恶魔来了一个 ，VN 该走了 ，VN 该走了。枪手，枪手的话呢？女坦，女坦现在拿太早了啊，卡牌，卡牌也不太好，算了，还是出人口吧，冰脉吧，冰脉出了，这样的话他够肉，输出也高。两恶魔，两斗士，两骑士，一刀斩，减攻速，相当好用。希塔兰完美，大虫子一脚没踩，再来一刀，满入，好惨啊！死一个，哇、哦，好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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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二打，可以。现在87滴血啊！海克斯，海克斯就不要了。现在这个时间段，海克斯的威力不是很大。
没什么卵用。金克斯不要啊，金克斯不要。这个可以啊，恶魔。恶魔。冰女不要啊，凯南不要。摩甘娜要，摩甘娜是恶魔。我再来个恶魔就可以凑四恶魔了。继续吃了一些。一手不地。白嫖王。点他两手。很舒服。现在用力气来生人口。完美。法师大虫子。放在一星啊，没什么用。一刀劈三个舒服。劈死你，让你奶不上来，未冲一波，又是，哟，空道，好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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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血入，血入，血入啊！啊，我们打狼了，这寡妇应该是等会要上场了，来个火男吧，好吧，来个火男，四恶魔。怎么讲？是不是要举报我？搞得不好意思。别举报我啊！高手他是有预感的。你可能认为我在吹牛皮。什么叫预感？是根据人口来推算的，知道吧？根据人口来推算你后面大概要来什么牌了，好吧？你可能不信我啊。不跟你多逼逼，两暗影四恶魔两骑，两个波比，金铲铲，卡特不要，哎，两个波比，这两个波比还可以，纳尔留一手，伸一手利息，好。下一波直接拉八，剑魔拿一手，剑魔不要，干嘛追三？哎呀，所以说，我跟你讲，剑魔你就是追到三了，你都不厉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敌子火花加冰脉的剑魔，你到后面你三星剑魔，你一刀劈，你能劈到个大后期。劈不动的，后面劈这种双龙你就GG了，三星剑魔没卵用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打不过的，就如果没有那种双龙的，你劈还可以啊，一刀全部带走。好，这个双狂徒的有点猛，打不动了，我靠！哎，可以吸他蓝。还硬得很，好拉八啊，拉八，好蠢！天使不能要，天使现在要太牢了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把它拿，因为我很牢，我就是很牢。四二四七怎么讲？刷一次，四二四七，嘿嘿嘿，啊，转他一手恶魔纳尔，但我现在需要龙女和乌鸦，哟，你还想赢我？还一刀劈斩。等你啊！四骑士二，哟，你让我追这么早就搞二星天使了？阿卡丽，哎呀，哪儿来了？头痛哎！
让我思考一下啊。拿上宝，我也是拿到那儿，后来卖了，阵容不合理就卖了。这波拿的话呢，就比较有局限性，你懂吗？局限性，哎，阵容的容错率、弹性，我现在思考的是这个东西，阵容的弹性和容错率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那儿它是要三羁绊的。他唤醒是要三个人口的，所以呢，你就调动的这种容错率啊，就比较僵硬。他不像两羁绊，两羁绊很舒服，你随时可以丢，是吧？随时可以配，啊，怎么样？其实我在故弄玄虚，我早就要拿了啊。好，我要把这个女神泪拿，恶魔有了啊，恶魔纳尔有了。但这个天使都已经两个了呀，又两个千珏，还没人能躲得过。但还会有人尝试。哎，斩第一个，推一手，剑魔劈手，这样吧，都需要斩第一个啊。第一手，火男莫甘娜，寡妇不要，寡妇后面太捞。千珏先用的啊，来，哎呦别，你怎么剑魔？这个剑魔，哎，这个剑魔太捞了，这剑魔太捞了，从头到尾一手没劈，他一直在走路，劈一个一星小铁男，我服。在后面劈双龙劈不动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劈不动了，这就是我跟你讲，剑魔追三追到后面就垮啊，就是你劈不动的，追到后面就是垮。猪女还是要要的呀，火男还是要要的呀。这个莫甘娜。十二十七吧。大猪，行吧，先这样啊。四二四七，我现在需要龙女和乌鸦。完美，这一套配合完美。好，我要吃利息了，我吃利息了。猪女好东西，大控啊，大控。这波比没什么用，落手先留着，留他几轮，来个乌鸦，来个龙女，抽他个三唤醒，复活甲给纳尔，或者给乌鸦，啊，天使其实太卡我经济了，说实话，我想把它卖了，没什么用。恶魔唤醒必要蜘蛛，谁跟你说的？那乌鸦不比蜘蛛强多了呀？啊，攻速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羊刀了。羊刀，我们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要给纳尔了。火男，哎呀！倒他！这火男追他一手三，追那不能追的，追输了啊！这个段位追肯定要输的，
好，可以拍死你，我这个纳尔拍死你，去拍死你。现在物理输出和法师输出都很高，给天使，给天使干干毛线啊，天使马上我得把他卖了，天使多捞啊，因为天使我真不想要了，你知道吧，我现在我都不想升他二星，我等会把他换成龙女，把他换成乌鸦二，天使我真不想要啊，他还不来二星嘛，天使就还行，那他还需要回蓝装，你知道吧，羊刀我们现在给一个二星纳尔，他战斗力强多了，那你不能往后面想啊，你想现在你知道吧，你现在你给个天使就就拍他就拍他，你看你，哎呀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哎呦打不动，体现有龙牙，不行，我这个阵容还不来，我真的四二四七不行的呀，我赶快把幻形搞出来，来了，你终于来了哥们儿，来一个龙女好吧，一个异星小龙女就行，不来去，异星小龙女不来，好气，哎，来个异星小龙女嘛，我就把它卖了，扒装备了呀，就扒装备了啊，铁男先留着嘛，后面万一来死哥可以配他啊，来死哥可以配他，那我现在这个就还是在靠剑魔和纳尔，其他的英雄不给力，那天使是没用的，一刀斩还行，就再杀一个怎么讲，一刀斩冰脉护手触发，丢失的劈死了，很舒服，第一名哈，好，现在选装备了啊，我们要为这个龙王和乌鸦，哎呦这个骑士龙太香了呀，我有两条给我拿到真的是无解的，我拿到这个骑士龙是无解的，无敌的爸爸，行，各位观众叫爸爸，游戏结束，吃鸡必吃，我跟你讲是必吃，是吧，必吃，哦必吃，哦你可以走了，大哥来个，哎呀龙女来了呀，哎呀龙女来了呀，哎呀五二，唤醒还是要的，你知道吧？行，这波比是上不了场了，波比是肯定上不了场了。纳尔扑，龙王喷，龙女没什么用，就靠你龙王一口，好打不过，行。没事，就我还没成型啊，别着急，我现在五二，我上他一个死哥，好吧，三法四二，两暗影两龙，那可是我这个攀升上不了了呀，没事，不一定啊，我后面我换他也是可以的，四二，我现在这个装备的话呢，可以考虑把它给扒了，啊，扒了。雷贼佛发，冰脉护手，复活节啊，给他一首乌鸦，地，好像这一轮没地到东西，没地到东西，腿，鞋，三星小法吗？哦，点没溜小法，没事，我这个羊到那儿给力的，拍死他，专制小法，哎，专制小法完美，
拍死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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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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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。哎，没飞起来，大哥。咋没飞起来呢？少一个法师啊，少一个法师，三幻形三龙，两骑三法，两法少一法，少一法下一龙，啊，下一个攀升，换一个死哥，是吧？那我这暗影上不了了，暗影是上不了了，是吧？猪女不能下，猪女大空不能下。配上我这个骑士龙，正好双骑。我双骑其实无所谓啊。这个帽子我们给龙王，因为这个龙王现在死哥来了，死哥来了，三法。上他多个暗影，但是大猪没了呀，大猪换唤醒就没了，唤醒就没了，唤醒就没了，不行不行，大猪得上，大猪这个控制打这种太重要了啊，我那儿扑一手，大猪控一手太重要了。来扑出来，大猪怎么动左边呢？动右边噻，你喷左边吗？不行，打不过，我的无情老乌鸦还没有到二星，有点难，搞我难看，搞我难看，这一星小龙太 low。 好，二星龙，哎，我刚才火男位置站错了啊，火男位置站错，唤醒还是要的呀，我这等乌鸦起飞的时候，我后面这个装备给乌鸦啊，搞个装备，我上唤醒就效果就出来了。这个死哥先不管他了，就凑三法吧啊，一星小卡莎四虚空问题不太大，扑他一手。乌鸦龙王现在没有回蓝装，很恶心的，喷一口就够了啊！我这个纳尔给力，纳尔拍人痛的呀，27滴血，22滴血，点名流小法上九，钱不够，我在等嘛。死哥你肯定要买的，30块没事，这家没了，嗯，这家还行，这家就靠小法，嗯，大概看了一下阵容啊，把他卡莎扣住，他还有一个，应该是吃鸡了，吃鸡了，因为我等会拉九多个暗影，三骑。应该是吃鸡了，然后成长空间很大，你懂吗？成长空间很大，因为我有乌鸦可以成长，乌鸦可以成长的。没事，我这把虽然输了，但是我血多，我的位置不太好。这波火男不应该给了，死哥无所谓，火男不能给了，13滴血，我要注意一点。林峰卡莎，这卡莎是绝对不给他的，他二他两个卡莎你知道吗，气到吐血，这卡莎给他一拿他气到吐血，完美的伏击之爪升二星，这绝对不给他，这卡莎上面就是哪怕没有装备我都要把这卡莎给拿了啊，就不可能给他，他现在气炸。好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啊，这卡莎先拉他一手人头，上他一手暗影，这个伏击之爪先不着急卖啊，
我先把他送回家，送回家我再卖。他没钱，没钱，没钱可以卖了。我因为我这把要打那个，我伏击之爪贼挡一手点名六小法的大招。啊，他想要地道他也没钱，地道他也没钱买，他撑不住了。啊，这个小法要被我伏击之爪治一波，纳尔推出来就 A 他小法，就怕物理输出。他现在这个小法在大我，没关系，我有伏击之爪，伏击之爪没得了，大我，好，没事。怎么说大我？好，怎么说？撒耶拉拉，没得鬼输，死不了。我操，这都能输啊？我这都死不到家。哦，这都吃不到鸡啊。